来看看谁得到了提名。莱卡加油好男儿，最具网络人气奖的有下列。天宇，宋小波。现在我们请新浪网的娱乐中心总监窦婉如小姐来宣布获奖名单。各位晚上好，非常高兴能够，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里，感谢各位网友对好男儿和新浪网的支持。那么谁是在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好男儿呢？网络人气奖的得主是马天宇，恭喜马天宇！现在我们请马天宇上台领奖，我们要请窦婉如小姐为他颁奖。马天宇要好好感谢一下羽毛的支持哈。奖很开心，然后很感谢我的羽毛一直对我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马天宇，谢谢窦小姐。